Hello，大家好，你们想看彩虹吗？我现在呢就给大家表演一把，希望不要翻车哦。只想念如你温柔过境，才发现原来花开都有声音。只要你这里呢就是胡萝卜了，这里呢是白萝卜啊，然后这里是红萝卜。我现在呢就挖一点胡萝卜，这个萝卜呢是自己家种的啊。没有添加任何的那个，什么有毒有害的激素啊。给小凤带点蔬菜给她吃，她在山里面买不到菜嘛。很大一个。这里是红萝卜，红色的白萝卜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。这种萝卜的话，吃起来很甜的哦。给它挖一点过去。这个呢就是红萝卜了啊，这个红萝卜的话是也是里面是白的，但是这种和那种白色的相比起来，这种的话更甜一点啊，吃起来这个比起来就更大啊，这种的话长得更大更长啊。哎呀，好重啊！你看，这一个大不大？等一下我回去拿，水洗一下，洗干净就好了啊。这一个的话都够吃了，够吃一天了。现在呢，再过去砍一点白菜啊。这个白菜的话呢，也是，经过冻过的，冻过之后也是吃起来也是很香的，很甜很香的。找一个找那种比较好的包的比较大的。这个先放在边上，这里的全部都是白菜啊，还没有吃完的。这一颗也不错，也挺大的，这一颗也挺大，很紧，包得很紧哦。这个枯的这个黄色的叶子啊，都是经过大雪啊冻过之后变成这样子的哦。生命途径，再不怕。
时光匆匆如旅，是幸福在我耳边低语。在忘了寒风不曾停下足迹，直到我送别半生四季，才懂得风景的不经意。我爱你就像风走了千万里，从不问归期，像太阳升了落去，不论朝夕。我爱你就像云飘了千万里，都不曾歇息，像白雪肆虐大地，茫茫无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你们想看彩虹吗？现在呢是朗朗乾坤啊，现在是太阳很大啊，但是我可以做一个彩虹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。我现在呢就给大家表演一把，希望不要翻车啊。看到彩虹了吗？大家，这就是我献给大家的礼物啊。看，还有。